Biostar 不仅是一家集研发、生产为一体的化妆品原料公司，而且它在皮肤科学研究领域上的科研成果已在国内外享有盛名。Biostar的优势在于以高科技研发技术为基础，从天然素材中提取安全有效的活性成分，使之安全而稳定地应用于化妆品。 2000年成立至今，Biostar已在全世界各大学术杂志期刊中发表近70余篇学术论文，专利申请也达80余项。Biostar不仅与韩国政府机构、各大知名院校携手共同研发课题，而且通过与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B2B 商务往来，得到了各国厂商的认可。Biostar现已成为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化妆品原料企业。 Biostar目前拥有2处生产基地与2个生命科学研究所，在这里，年轻有为、极富创造力的专业研究人员正在研发新素材、新原料。Biostar具有从原料粗体到化妆品成品生产各个环节的所有技术，是一家被公认为值得信赖的、拥有生物科学研发技术的化妆品原料公司。 Biostar所有的产品都来自大自然，已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济州岛就是它原材料的资源宝库，位于济州岛尖端科技园区的济州 NPP 中心，从济州岛自身的1800余种原生植物中，应用多种提取工艺进行有效成分的分离和提纯。 Biostar利用生命科学研究所内的功效检索系统， 将有效组分按抗皱、美白、UV 防护、抗菌、抗炎以及目前最受注目的抗污染等功效进行分类，以数据化的方式构建 Biostar 数据库，并且 Biostar 的所有原料都会通过第三方的安全性和临床功效评估。Biostar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韩方素材和发酵产品方面的研究， 而且在有效成分吸收性方面的研究也是毫不懈怠，例如应用脂质体包裹技术在改善活性成分对皮肤的渗透性技术，不稳定活性成分的稳定化配方技术，难溶性活性成分的溶解度改善技术等等。Biostar 对技术创新孜孜不倦的追求，造就了现在的技术实力。Biostar 仍在坚持富有创意的挑战。 Biostar的研究团队均来自各大企业和大学研究所，拥有丰富的研发经历、年龄、专业、领域等多样性，让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和主见，融合在Biostar大家庭中的他们更具协同效应。Biostar每年发表5篇以上的 SCI 级论文，申请20余项专利，这种持续高效的新技术研发动力 来自研究所的互惠互助及善于竞争的平等研究氛围。Biostar 现已有71位优秀的专业技术人员辛勤劳作在自己的岗位上，每位技术人员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造就了无限成长的 Biostar。BioSpectrum은 과거의 성공에 안주하지 않고 미래를 향해 계속 전진할 것입니다. 바이오 소재 분야에서 과학적인 연구개발, 선진 기업 문화, 고객과의 신뢰를 바탕으로 글로벌 기업으로 성장해 나갈 것입니다. Biostar的研发实力和挑战精神已得到国内外众多企业的认可。 2015年， Biostar的乌山 BCP 中心通过了 EFFCI GMP 认证，成为韩国首家拥有该认证的化妆品原料企业。为了自然和人类的健康与幸福， 为了您更加美好的生活， Biostar 一直在奋斗。今天 Biostar 的一切努力会成为美好明天的养分，促使它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迎接一个又一个新的挑战。